台中那边不是有新开一间潜力坊潜水的饭店？哦，真的吗？对，那個、台中哦。台中。台中哦。欸，他就是配合，他是目前台湾第一间，全世界第就三间而已，一间比利时，一个意大利，一个台湾。台湾是今年开的。真的。对，那是我们看认识开的。哦。他说有如果去的话，再跟我讲一次没关系。哎，对，在西屯。他那个就是配合餐厅，然后又住宿配合潜水执照，然后他又可以潜下去。没有，市区，他在市区只有挖。对。那你就带他去海参馆。来不及，买的。还是买太便宜。不会啊，一天就可以去。不是啊，他是中午去，他下午去。